When you open your package, you will receive four parts: the projector holder, the owner manual, and the 10 screws and plastic pads. Now I will show you how to assemble this projector holder. First, screw out all of the nuts and the rubber pads, and take off the foam cover. Get out these four nuts. And assemble all of them. On the project holder. We could get them all of them ready like this, and take out this gasket. You can see there are two slots beside the projector, and put it back. Put all of them back. Okay, now you get the projector for installation. 装好之后的话，把这个灯可以按照下面这几个孔的位置，可以固定在咱们这个墙面上，或者是这些天花板上，这都可以是固定的。然后我们下一步就开始把这个咱们的投影片可以装上去。咱们的投影片就是咱们这里。 这个投影片，每个投影片大概大家看一下，上面有编号，每一个编号对应的灯上每一个有一个位置，比如说一二三四五六，这个是六个编号对应着灯上的六个位置。大家咱们就是可以把这个第二就是把咱们的投影片可以装在咱们的灯。接下来咱们就把这个投影片装在我们的灯上。装投影片的时候，把这个有一个顺序的。
大家看一下这投影片，每一个都是一个顺序，对应一二三四五六，对应着我们灯里面待会有个6个位置，大家可以装上都可以了。装之前呢，咱们要把这个镜头盖给拧下来，镜头盖从这边拧下来。风水的来说，这6个垫片是必须要是要装上的，所以说是大家装的时候，这6个垫片不能丢，丢的话有可能对防水效果就可能不太好了。这个大家看一下这6个片的位置，在灯里面会对应的6个位置，再从左上角1、2、3、4、5、6这6个位置，咱们把这个片儿放在相应的6个位置上就可以。接下来呢，我们可以这个装，告诉大家片儿怎么装。首先呢，咱们看里面。首先呢，大家看一下这个，看看这里面，它这里面有一个四方形的小垫片，我们把它这两个，这个投影片也放在这个四方形的垫片，这个垫片和这个铝之间，然后用螺丝刀拧紧，螺丝刀拧紧，一直插到底的位置，把它插到底，然后用螺丝刀拧紧就可以了。就可以了，以此类推，把其他的都可以装好。六图的机构，它有一个就是调整这个片停留时间长短的一个装置，就是我们电源器看到，如这里面这个位置，这个黑色的旋钮，就是我们调节这个旋钮。这个往就是从可以存到2秒到。到2分钟是可以调节这个时间长短的。在这里，我们呢把向左旋到底是我们时间最短，如果向右旋到底，就是我们时间最长的时间是2分钟的时间。根据客户的需要，可以调整这个时间。装好之后，镜头里面是这个样子的。好了，装好这个镜片之后的话，就可以把这个镜头盖儿这个装上去就可以了。装之前那个，如果是防水的，这个垫片是有必要拧上的。如果不防水，当然没有这个垫片，可以是没有这个垫片。是防水的话，这个拧这个螺丝的时候啊，尽量务必把它拧紧。要保证这边这个之间是没有间隙的，要不然的话有可能会出现这个漏水的情况。好，这个镜头咱们可以安装完成了，安装完成之后就可以调试，把这个线可以接在上面。这里我接好了一个插头，这个线呢，咱们可以接在我们需要接线的地方，这个220伏的电源。Darkness, my old friend. I've come to talk with you again. Because a vision softly creeping left its seeds while I was sleeping. And the vision that was planted in my. 接下来就是我们把电源线接上，接上之后的话，我们可以打开这个灯的电源开关和这种6片的方块。开关的时候，我们把这个2个开关全部都打开。如果打开一个的话，就有可能只有灯不亮，或者说那个不亮。现在看看怎么打开，这是灯珠的开关和这个6片开关都可以。打开之后的话。咱们下面可以调节这个清晰度，这个清晰度怎么去调？咱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看一下我们这个镜头可以，咱们前面的镜头可以往里面旋，往外面，一往外面旋，看可以不清，往里面，然后可以往相反的方向进行一些旋转，旋转之后的话，看到我们的图案清晰度已经达到可以了。
个就可以完成我们的调试。